原标题：特朗普访问亚洲，韩美首脑竟联手对日本。目前，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其亚洲行的途中，他也将先后到达日本和韩国，三国之间的关系会有何进展和变化，也成为了外界关注的焦点。据韩媒报道，韩国总统府青瓦台高层人士5日接受韩联社电话采访时表示，总统文在寅9月访美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与美日首脑另行会晤时曾表示，美国是韩国的同盟，但日本并不是。韩联社称，该人士介绍，当时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即表示理解。分析认为，文在寅之所以明确表明韩日非同盟，意在强强调无法接受日方所要求的韩美日军事同盟。大白新闻微信 ID The Big Simon 注意到，6日上午正在日本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会见美日两国工商界领袖时，对美日贸易关系进行了猛烈的批评，称日本市场不公平。特朗普表示，美日双方必须解决存在多年的巨额贸易逆差问题。文在寅，美国是韩国的同盟，日本并不是。据韩媒报道称，文在寅3日接受新加坡亚洲新闻台采访时也表示，韩美日密切军事合作的理由在于应对朝鲜，但其若发展成为三国军事同盟则并不可取。据分析，文在寅这番话意在消除外界对韩美日关系会发展成为军事同盟的忧虑。同时强调，鉴于慰安妇问题等韩日间悬而未决的问题，不能将韩日关系界定为军事同盟关系。报道还称，军事同盟的核心为联合军演，演习时日本自卫队便可进入韩国领海与领空，这难以让韩国国民接受。同时，军事同盟还可能为日本自卫队进入朝鲜半岛提供依据。文在寅或鉴于这些因素而做出上述发言。青瓦台高层人士表示，巩固韩美同盟符合韩国人的思路，但是韩日合作关系存在局限，若发展为军事同盟，韩国国民定将无法接受。此前，韩美日三边进行了多轮多样的三边联合军演，一度让人怀疑军事同盟的可能。10月10日，美国军方表示，美军两架战略轰炸机当晚首次与日本和韩国战斗机在日本海附近进行了飞行军事演练。声明说，这是美军太平洋司令部 B-1B 轰炸机首次和日韩进行联合夜间飞行演练。此次演练意在展现位于亚太地区的美军有能力保护美国领土，同时也体现了美国与日韩间坚定的同盟关系。韩国总统府青瓦台5日就美国总统特朗普访韩表示，韩国政府将盛情款待特朗普，为韩美关系从全面同盟升级为伟大同盟创造契机。青瓦台发言人朴珠贤当天在记者会上表示，目前朝鲜核岛威胁等韩半岛安全形势非常严峻，韩美在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的合作比以往任何时刻都更为重要。此次是美国总统时隔25年对韩国进行国事访问，这将最终推动半岛实现和平与繁荣。热情待客是韩国的传统，通过此次机会，韩美将再次确认固若金汤的同盟关系。特朗普夫妇将在结束对日本的访问后，约于7日中午抵达韩国，并视察京畿道平泽的驻韩美军基地汉弗莱营。韩国总统府当天将为特朗普举行欢迎仪式，文在寅与特朗普将举行首脑会谈及记者会，之后韩国总统府将设国宾晚宴款待特朗普。特朗普访日批日本市场不公平。6日上午，正在访日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出席在东京举行的与日美经济界人士的活动时批判，
道日本市场不公平，没有对外开放。他还表示美国常年苦于对日贸易逆差，欲就美国同日本间的贸易不平衡问题进行交涉，同时对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PP， 特朗普再次表示 TPP 不是一个正确的想法，并否定再次加入。据悉预计特朗普将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今天进行的正式会谈中就美日贸易关系展开谈判。特朗普表示，我必须得说，过去数十年里日本一直是这方面的赢家，你们对此也都很清楚。美日贸易关系不公平和不开放，多年以来美国一直承受着对日贸易的巨大逆差，因此双方必须就这个问题展开协商，并且是以友好的方式。特朗普还告诉日本商界领袖，华盛顿希望让美国成为在雇佣、投资和成长等方面最有吸引力的地方。他表示，我们需要的是自由和互惠的贸易，但现在我们与日本的贸易不是自由的，也不是互惠的，但我知道我们能做到的。根据美国财政部数据，日本去年与美国的贸易顺差为690亿美元。日本媒体认为，美日两国在经贸方面目前存在双边贸易协定、贸易逆差、牛肉进口、汽车进口等问题。美国政府一名相关人士此前表示，美国关心的问题是修正贸易不均衡局面。特朗普将要求日本缩小每年高达700亿美元规模的对日贸易逆差，比如特朗普政府将要求日本调整汽车的非关税壁垒，围绕美国产牛肉的出口，将要求日本政府立即取消8月启动的紧急进口限制。围绕日本方面关注的美日自贸谈判，在此前的美日经济对话中，美国副总统彭斯显示出启动这一谈判的意愿。日本媒体分析称，在此次会谈中，特朗普可能会敦促日本为自贸谈判的启动营造环境。据此前消息称，当地时间10月23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会见商界代表时表示，即便没有美国，日本也要坚决主导 TPP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复活。而日本政府曾多次与美方沟通，希望通过施压和利诱等手段迫使美国回心转意。今年5月，除美国之外的11国在越南河内召开部长级会议，同意探讨由11国推动 TPP 早日生效的方法，并决定在今年11月的 APEC 非正式会议之前达成原则性协议。4日，多名日本政府消息人士透露，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基本决定了6日日美首脑会谈中有关贸易领域的应对方针，即使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进行讨论，也不将其作为主要议题，而是呼吁交由两国经济对话框架。这是由于日本将重心放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PP， 如果就日美自由贸易协定 FTA 谈判问题进行讨论，恐怕将导致首脑间对立。Article at list 延伸阅读 PP 改革脱贫反腐19大首场新闻发布会干货 BRPP 嫁给海军的党代表为会小系海军首位女副舰长 BRPP 歼15飞行员曹先舰为救战机曾负重伤住院419天 BRPP 19大代表驻地冷清看重大会议会场布置有何讲究 BRPP 迎来人生第9次党代会，这位百岁老人成最年长代表 BRPP 网红书记跳水一姐，这些人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 PP BRP 转载授权 P 转载文章，请在公号留言，转载时需注明来源和 ID， 同时请勿删除文中大白新闻 ID The Big Simon 字样，否则本公号将追究其法律责任 PP BRPP IMG Style Max Width 500 PXSRC HTTPN Signaling
CN Translate 2017907 DRCA FQC 486607019 Give IMG size 810300 P article at list 责任编辑张玉